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不如来碗方便面。今天简单吃一个方便面，锅里边稍微来点油，我们先煎两个鸡蛋，我们开小火，然后给里边切点这小葱进去，然后把这肥牛啊放到锅中，遇到这种情况不要慌，先发个朋友圈，煸炒差不多，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这个生抽，然后给它来点水，然后来上两包辛拉面，这个是调料包，然后点这两个小八爪鱼，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，这六个八爪鱼啊收了我30块钱，含泪咱们吃上20块钱的。稍微来点蔬菜，来点豆芽，再来几片香菇，煮差不多啊，咱们把这些都给它捞出，然后水稍微宽点，来勺辣椒粉，水宽点啊，咱们好煮面，咱们这个还能进去一袋，看这黏黏糊糊的状态还是蛮治愈的。接下来咱们把煮好的这个牛肉盖到面上，这个煎蛋。 Hello 大家好，太不容易啊，终于搞定了啊。咱先来点这面，迫不及待了。说实话，这得，我不知道大家一般解酒都吃什么，哇，第二天反正我大概率会吃泡面。哇，好爽啊。不过现在吃辛拉面比较少啊，大部分都吃这个白象和康帅夫。但你知道吗，就我们附近的小超市啊，把白象都卖脱销了，你敢信？我天，这碗面煮的有点太黏糊了。泡面配上这个肉，绝了！泡面配上这个肉片，真绝了！泡面配上辣白菜，感觉
感觉让人心潮澎湃。那拿小盘吃太麻烦了，咱们拿个这个吧。咱们稍微来点醋啊。小鸡蛋配泡面，我的天，简直好吃的又上天，超美丽啊。今天在小超市买牛肉，好像买到了科技啊，吃着口感不咋地啊。